将台康瑞西台，今日全国22县市停班停课，国内外班机共取消527班，8班延误。有网友分享一段影片，是从东京羽田出发的中华航空 CL223 班机，于31日早上10:43顺利抵达松山机场，为松山机场今日首降。原PO表示，现场看侧风严重，有两架分别从北京、东京飞往台湾的班机都放弃降落，降得很帅。我本来还以为他会放弃降落，因为我看他从林口下来到这，摇了3分钟。原PO也补充，当时班机是可以降落的，但是风雨在降落前1分钟突然大起来，还好机长临危不乱。